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兼住又换 Hunter Hunter Battle All Stars》。我哋继续抽卡，咁啊，睇下今次有咩抽啦。咁啊，上一次咧我就系饮咗呢个美汤啊，今次咧就系、是、唔算太早，唔算太迟啦，中间位抽啦。我、哦、呢、这个系芭蕉。就同埋至尊狗啊，要抽呢一边系金色呢边，咁啊睇下呢边啊红色，我真系好中意抽红色，有希索加啦，咁啊有蚁王啦，我真系好想要蚁王，唔系讲笑。好，抽呢边十次，先嚟一个第一抽先啊！哇，橙色嘅唔系好劲嘅啫，四星嚟嘅啫，应该哦，章鱼系啦，四星嚟嘅。我又四星嘅，加斯到来，哇，仲衰呢个三星，大佬，我几耐冇抽过三星嘢啊，梗系唔想三星啦，真系。我想抽五至六星咁啊，啱啊，唔该。我 feel 到今次系三至四星，好似系呢个系咩？五星定四星呢、這个？咦，五星稀索加喎！好，第四抽，哦，女管家，第五抽，又好似有啲唔同喎、哦，三道士嘅系咪五星啊？定四星啊？四星喎、啊，好似。系啦，四星嚟嘅，沙勒古。其实我想要嗰只。嗰只咩啊？即系阿沙勒古咧，自己拎嗰个天线咧插自己嗰个沙勒古咯，我想要。嗰只加速系好劲噶嘛，嗰、那个绝招。即系对于我嚟讲啊，即系成个杀亚人咁样咧，啲头发竖起晒，又变咗金色咁样，但系速度好快嘅。这个是手欲望到的人来的，
阿尖咧就曾经咧就同佢讲啦，就系话叫佢好好咩，即系见到佢个仔咁样就好好招呼佢咧，唔知点样噶嘛。咁啊，原本系一个囚犯嚟嘅咧，呢个系重犯啊，应该系话。即系点解会咁嘅？之前咪好正嘅喎，又五星又六星先得噶嘛？点会变咗做呢啲即系三星四星咁样？真系唔得。呢个系咪五星嚟？应该好似系。咦？呢个型喎，呢个伊路米。啊，四星人，哦，呢个系咪四星定五星啊？嘅沙勒古五星啊，系嘛？啊，冇四星嚟喎，啊冇五星嚟喎。OK， 咁啊，当星技能啦，食咗佢啦。好 ，last 一抽，睇下抽到啲咩啊？咦，今次有啲特别，我 feel 到。有啲特别啊！哇 ，yes， 五星尼迪罗会长，正！睇下先啊！O K， 我啱啱以为佢冇咗只脚添，不过好似系啊，同蚁王打嘅时候系阿尼迪罗会长系冇咗只脚噶，打打下之后又好似系冇咗只手咁样啊！哇，好型咯，不得了！好，咁啊，睇下今次嘅战利品先啦。咁啊，抽咗十抽，咁啊，估唔到。之前抽唔到三星嘅，而家终于即系出现翻啲三星啦！啊，真系咁啊，另外有啲四星啦，有啲就五星啦。咁啊，最正嘅当然系尼迪罗会长啦嘅呢个六星。虽然咧，但就唔系升满晒啦，但系都好值得咯。今次系。系啦，咁啊，今次咧，我哋呢一条嘅抽卡片咧，就嚟到呢一度先啦。咁多位观众，咁啊，如果你中意嘅话，你可以揿个 like 或者 share。如果想支持我嘅话，你可以订阅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一条片翻嚟再见。咁多位，拜拜。